由陈世妍、金明奎主演的新剧《谴责女人们的战争》十二号举办发布会，男女主角的超强化学反应完全太可爱。不止拍照很害羞，说起拍戏时的幕后故事，更是让世妍整个大脸红。因为现在呢，从外国从外来的朋友，所以呢，就是一个朋友心的问题啊。他那个朋友，他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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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저같은경우는한여자를한10년넘게그리워하고사랑을한거기때문에뭐남편은뭐이제혜연씨한테굉장히뭘좀많이받고의지를많이하는편이어서항상촬영이딱끝나면저한테꽃이라고이제엄지척을날려주세요꽃잘했어꽃떨어졌어이렇게물어보는거꽃좋았어좋았어이렇게말씀해주시거든요제가볼때마다항상확인하는것마냥보였어꼴보였어하면서얘기를하거든요그래서굉장히의지를많이하고있는这气氛会不会太甜蜜啦